那两个战队刚刚也都是输在了雷诺手上。对。那天虎战队这边是盗贼稍稍调整了几张牌。嗯。他应该是去掉了一张幽暗城商贩，然后应该是加了几个海盗吧。有可能是增加了一个恐怖海盗。嗯，或者是增加的绿皮船长，绿皮船长刚带了嘛，我都没见到，我也没看到，有可能刚才他没带绿皮船长，这回强行加进去了。对，好歹成卡品质，毕竟这边是有一套宇宙法的，就是强度上可能还是要求你的卡比较高一点。对吧，万一又雷诺了，是胜负都在于雷诺。嗯，不过小鱼的那个赵鱼神仙也是实在是运气好啊，对，每把骑手都有发财。然后关键有末日这张紫卡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第一局是由萨满对阵一个海盗战。嗯，是的，我们那这套萨满应该帮主看下来应该是比较完整的，除了没有爪子吧。对，这个除了没有一费的这个爪子以外，其他的牌应该都是齐的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没有船长的海盗战啊。对，没有船长的话，你的海盗的战斗能力是偏差的。然后他应该是之前有带诺森德吗？诺森德刚才有，战士也 有。刚才战士侥幸能够那个战胜，就是小玉他们的那个，就是因为自己骑手糊了。那这个骑手感觉打萨满有点慢啊。哦，那边还有477、啊。我的天，不好处理。哇，两把刀，就生物有点跟不上。对，但好消息是前面结场应该比较轻松。嗯，对面能不能神抽一个大漩涡呢？难度系数9.8。啊，没有，那硬币出一个图腾魔像干一波，但是其实不太好。对，下回要只有一费。提一个刀，啊，提刀好。对，然后招个一嘛。嗯，这个一理论上是可以解掉你的一，或者自不济我也能吃你武器一刀吧。对，嗯。那这个地方选择了一一解掉还是砍脸？好，直接不理啊。对，还是解掉。其实解区别不太大，嗯，因为这个一一也挺难成长的。那这样打的话，我感觉暂时是有点的。你看，后悔了吧？后悔了吧？为什么不相信自己能够神抽一个334海盗呢？对。但是哎，大漩涡也慢了一张。慢了一张，双方都差了一点点。嗯，那这回合怎么打？这个无血踢脸伤还蛮痛的。算了，还是打一个大漩涡吧，班主。嗯，不过载，下回算477怎么样？对，可以。或者说呢，上那个同虚是一张嘲讽脸，对方会不会反手劫我们？也是个。嗯，上同虚我是比较怕这边是非，万一那个43库卡龙冲我，冲掉的，我还是要买脸去劫那个库卡龙。所以，但是这点这回合占一个一费生物有点小，看能不能大一点。还行，还行，片片刀还可以吧？对。啊，只有19血了。你看，果然真有库卡龙。打脸，不管你，有本事你插个火车。这都不砍了吧，对吧？不理不理。直接走脸了。下回合再打2+3。啊，打的是有点快啊，但是萨满那边需要神抽一张狼魂。嗯，这477可能来不及，我觉得。嗯，或者哪怕来一个，但是他好像没摇过图腾。对，来655上不去。这就是萨满如果没有一费爪子啊，你硬币跳一个过载的两费，你空过的那个回合是非常的伤。对，只有闪电剑能补刀啊，或者你有天师骑手。嗯，对，他这个牌因为天师是冒险模式第三关才有的，所以他不一定开得出来。嗯，费用很高，主要是天师在对面。对啊，你2100金币去买对面一个天师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也砍了。天师是跟飞狐一伙的，肯定不会来。哇，只有八血了，对，只剩下八血了，随便补点伤害感觉就要带走了。是的，砍脸上海盗。下回他想冲诺森德，嗯，没墙直接带走了。对，吊杀看能不能抽到狼魂。嗯，狼魂可以拖很久很久，然后再抽一个。哎，并不是强，不太行了。摇图腾摇到一个也死了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班主，当时硬币跳一个图腾魔像会不会好一点？图腾魔像的不好之处呢，就是你因为连爪子都没有了，下回合是一个纯空过。嗯，好，这跳爪子的好处是你至少能补一个怪，所以他当时选择了更稳定的上那个爪子。好，你看还故意假装神抽。 对，叫做人给对面那个，主要还是那个大漩涡慢了一回合。 对吧，如果早一点到硬币大漩涡，两费这一个爪子，无论是我是真不想上这个盗贼，反正我是只能上盗贼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上个盗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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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反正你不能杀牧师，杀牧师他肯定还是要萨满干干你牧师，他要抓你牧师来的，对不对？是，他除了宇宙法打不过牧师，其他都打得过牧师。我们其实这两个打那两套打脸的都不太好。是啊，打脸的只能让法师去跑。这回合很关键的选择了，因为一方呢是说有两套打打脸不好，但是呢另外一方又觉得我先上打脸跑那两套，博弈了。不过张博之前分享过他上那个职业的那个心得，他说随缘的，就是不想的，就爱谁谁。但我们今天看好像他是骗人的，他还是有思考的。对，雪兔觉得张博他们会先出哪个职业呢？宇宙法还是觉得可能是宇宙法吧，因为他们有这套盗贼还抢脸还蛮凶的，可能会想要护下脸，就靠着这雷诺来赢的，对吧？对。哦，他们这个天狐战队的这个战士实在是太快了。对。后面随随便补点伤害，前期小斧子敲一敲就带走了。对，其实刚才呢，可能如果天狐战队第一轮遇到的是王师傅他们，或者说是这还是很有机会的，还是很有机会的。就恰恰遇到对方是三雷诺泰克了，泰克，而且起手都有的雷诺。对，然后有雷诺也就算了，还有一堆墙七六八末日，对吧？这些东西很难受。好，那么第二局比赛开始。好，我来选择的宇宙法啊，符合雪兔的预测，但是这一次盗贼是后手起手，还有迪菲亚，有雷诺的还不好说。哎呀，哇，哎呀，这起手。这起手其实我觉得回合数可能不够啊，要是六七费的话，我感觉根本活不到活不到六七费，感觉前面要被抢脸，因为抢得凶。帮主如果没看错的话，那个斗鱼战队就是张博跟老师的，他们好像没有末日吧？他们的他们是没有末日，对对吧？那末日可是紫卡，那只能靠脸开出来啊，对的，合不起啊。哇，四点场攻还好啊，先手法师还可以，他点一下，马马虎虎点一下就吃两点场攻，不上海盗这个要抓帕奇斯了呀？真的吗，班主？我觉得有可能，哎，还好，是个一费，好吓人，还好，这个一费真的，哇，直接贴冷血，真的是凶，好凶、啊，这里怕一手那个火山药水吧？啊，班主，对方有没有呢？有你怎么办？你不玩了？寒冰剑这样就比较稳。那海盗赚个刀，海盗赚个刀，攻击力很足，下回合还可以直接毒药加圣盾冲锋。那他可能刀不砍了，不砍，下回合再砍，增加伤害。对，多打一点。这个伤害，这个长攻其实就已经蛮高，对于法师来说。这个别交海盗实在是来了来了，吃了一回合，但也得上也得上，总比不来好。哎，刚好，但是好，我们听一下这个选手的二之一。他把匕首那个就是场上那个憋脚海盗还是在的，他手里打了他不一定手里有生物了，对，不一定有生物了，现在这个先不贪了，火山要是要倒来就好了，不过他一般不贪，我感觉不算打吧，打了吧，打了下回合又叫伤，是反正不放雷诺了嘛，放雷诺赢不了，他应该也有那个球，就来个替我就叫杀了，硬币流血就杀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二，差一，差一，差一冷冷血来了。我们里面加血除了雷诺没有吧？煎饼，煎饼还有一个，只有两个。我觉得这个后面，对，就解这个，这就不解了。对，因为他一下能吃你。手里有六点。哎，抽了个墙啊，还不错。大背刺刚刚就这样用掉了，有必要吗，班主？要不要？因为已知他是带丁哥跟那个二流打手的吧，我觉得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有点着急了，因为对方呢苦中之风绝对没有回合是火冲点一下再撞一下过牌，对，一回合只能过一张牌，因为大贝斯打掉也是过一张牌，我有火冲还不如点你呢，对啊，怎么感觉打不死这个法师了，那也得先扑，然后下回合吃个呼啦，这边可以看到天狐战队是没有过牌的，对对，只有一张幽暗城商贩勉勉强强算可以过，纯粹抽一打一，对对，所以感觉跟昨天那个咖喱鸡的那个盗贼感觉差蛮多的，咖喱鸡好像带着过牌，有战利品，有二世暴风雪，其实可以呼啦，但是因为已知天狐战队是带那个海盗四世海盗的，他留了一手，好，红须煎饼侠，红须煎饼很稳，对，直接回八血，抽一打一的话应该是打不死了，对，
然后必须得先抽诺森德，再抽，反正后面就全是冲锋的伤害嘛。对，发现什么样的大那煎饼啊，可口的煎饼。心疼天狐，这个贼又要背锅吗？刚刚贼就是大好局面被三关。打宇宙体系确实弱，那就放他走，然后再去抓那两个吧，对吧？抓那个德鲁伊是什么德？德鲁伊是刚才有上过吗？好像，上过是一套青玉体系的。哎，这里奥数智慧。对，是青玉体系的。南龙过两张。哎呀。那个宝石甲从里面拿一个冰甲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输了。哎，绿皮船长，先砍在，会不会伤害高一点？其实是一样的吧。嗯，感觉差不多。差不多。这样子没有奶的话，下回合抽一个诺森德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对。嗯，先砍的话，来个草粉吧，挡一挡。拿来个墙吧。然后剪掉，可以拿两张，你敢信？还好没拿到冰甲，不然挂个老抽吓唬你。施法不敢用，施法者给对方送个研报怎么办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老抽吧，装一下。对，万一对面以为是冰箱呢？但是冰箱对面也一定会。但这个时候挂老抽一定不能犹豫。那个地方他拿牌已经犹豫了，所以一定不是冰箱。先出头牛，然后下回合可能应该能反叫杀了。他这边想动脸，上个血元素可以解光。主要还是因为同虚在啊，不然这回合打个火门堵个墙也不错啊。对，是就没有过牌的盗贼，对，只要一张牌也赢不了。抽一打一真的有点难。嗯，好，那就他还有法师跑了，感觉心里好踏实。法师跑了的话就是抓他牧师，那你觉得哪个打牧师更稳？叫什么？哦，我想想，贼，他下上门贼，我觉得上门，因为打贼的靠近好一点。我觉得他们又会上。但是你没想到他会上那个什么呀？确定是牧师吗？对。我没雷诺他。感觉双方选手的思路都还蛮清楚的，都是在做一个心理的博弈。对，都在猜想对方会上什么。然后天师跟飞狐刚才应该是有点后悔那个大杯之交的。对。对吧？说没想到对面会上墙。嗯。对，主要是就刚刚好吧，这个回合。嗯，主要还是不够冷静，因为苦冬石僧这个牌，你一个回合如果想过两张，必须得交两费。对，那交两费呢，就等于保住了自己这个南海成功了，对吧？对，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保住是一个一费的怪嘛，是赚的。嗯，就是两费的这个减两攻换成了对方换一张牌，但是换完牌以后，对方只有五费，打不出雷诺杰克逊，嗯，所以可能还是欠考虑，欠考虑了一点，有点急了。那包教练，你觉得天虎战队的盗贼会不会？即上一把会背锅，所以他们先选择上牧师了。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历史告诉我们，这个贼很容易被三关。对，在构筑上，我觉得帮助你觉得有问题吗？我觉得缺乏的是，就是你看他带的是什么呢？三费他带了两个这个叫什么狼骑兵啊、一个狼骑兵，一个狼骑兵，两张毁灭之刃啊，他带两个毁灭之刃，可能毁灭之刃真的是有一点就是回合数太多了。而且毁灭之刃需要一个连击，毁灭之刃并不是一张打脸很高效的牌，嗯，它用来解这个快攻比较好。哇，这起手还可以，那个哦是牧师，那锦鱼人不要了。哎，这里著名的 K 神啊，有一个打法叫硬币摇图腾，我看那个斗鱼战队的张博跟老师有没有学会这一招啊？我记得是在小玉办的那个比赛 NSL。硬币摇图腾，接一个图腾魔像，接图腾魔像，因为手里有一个655 K 神当时的想法就告诉我们，就是尽早的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每一个费用，对，让这个655早点下去，已知对面的牧师是一套那个过牌秒杀的牧，对吧？是的。 OTK 牧师，我给压力，你应该是解不了场的。对，然后你看这样就比较慢，直接你上一个这个被我痛掉，虽然这边好像挺舍不得的样子。还是得痛，还是要痛掉吧。你能痛到什么更好的呢？其实也没什么了，也就是个火蛇，但是火蛇同虚。同虚对方有带吗？这套卡里不知道，虽然那套墓室里带了，但这里不一定有。嗯，哦，有的。啊，那挺好，下个直接裸同虚。对，谁叫你痛用了？哎，
那又要用。那应该还是要会，还是会痛的。这天湖战队改名吧，神抽战队吧。对呀、啊。感觉斗鱼战队这边其实笑了，感觉自己同区稳了。对啊，同区是稳了呀。是稳了。怎么接嘛？到底这个玩偶是给自己玩偶还是给对面玩偶呢？算了，解不了就上个普通过牌去吧。难以置信。然后这边铺俩炸了、啊、好开心啊，这边青玉之灵、哦、青玉之灵喊声还是很可爱啊。我还舍得交闪电剑，就问题在于巫师这边想解同区就只能交神火了。嗯，有点亏，应该是不太愿意吧。但是同区这个东西青玉体系不解的话，已知斗鱼战队是带那个755的吧？对，战后也是造一个那个青玉的，没办法，冷痛冷痛，咬着牙把同区解了。那这把感觉有点难啊，果然是有带的，这刚才同区不解的话，感觉爆炸了。青玉酋长是吧？叫对。这牌我还真是用的很少，竞技场比较惨点。对，因为他招的那个青玉那个魔像是草粉的、啊、这里硬币摇图腾了，所以是不是起手硬币摇图腾会节奏顺一点呢？好，我们听下去的防弹声音。不是，反正这成功还可以提前清水一下，是吧？今天是不是普通先过吧？没法就没法吧，对，就认了呗。给普通加，给三三，给普通加吧，三二人卖就卖了，对，对吧？因为没有，没有用。那就只能卖了，卖了可能全解，能全解吗？不能，差一点，但是别解呀、啊。下回再全解一波呗，那就这样呗。下回全解不了，但是有机会吗？有点机会，他是没有闪杀的，而且这个伊森他不一定。酋长，酋长如果被解了就很亏，那还是这两个，这两个好，那两个好。对，不能让他过牌，他就那一套呀。你不给他过牌就好了，上次那个输就是因为被他过牌过得太多了。像我们这次已经这个普通过三张了，其实有点虚这一把。嗯。哎呦，这边一个四四的魔像，感觉要笑到最后了。好，下翻需要一张黄啊。对。这里班主，你愿意交这个快条来解铲吗？感觉不太需要。觉得灭了吧？灭了，然后那个四四不理吗？那。也没什么办法，主要是对那快聊解场就怎么说呢，自己快聊解场就导致你那个维伦就变得弱很多、很搞笑、毕竟维伦在的话这个快聊是打十一只对吧，你大地也已经到了，那么缺一个震爆加一个快聊就稳了。那两张牌有点难度、哎、怎么感觉挺靠谱的、啊、是我的错觉吗？就是主要是那个严肃是盾厉害，加普鲁士松，原理。他后面还神抽了一个惩戒，惩戒只能用出去，这很关键。真的需要一个环，有没有？哎，哇，来了！抽狗转一下，滑一下，点一下，一下神经，然后全解。震爆到了，只差一张，快聊，只差一，还得有一个，他有那个、有那个暗影之握了，对，那还差一张，快聊了，或者另一个震爆费够吧。六费加七费八费加那个最后一张震爆九费四费刚好捡到就够了，这牧师可以啊，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萨满虽然蛮顺的但是没有过牌，对，手里卡法术这边没什么生物给你用，这法术全卡手里了。好，那已知对面没有抽牌鱼，抽牌鱼这好像有点厉害，就是知道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嗜血，没有嗜血的话就可以上啊，你斩杀不了。如果没有嗜血是可以直接大地加抽牌，对，大地抽牌几乎赢了，一共三张牌抽到一张 K 牌就可以，嗯，对吧？那保险的话我感觉没有保险，没下回没有费，没有费打这个就得上了、场攻是六点，除了嗜血应该是不可能死吧，在想要不要闪电剑交了吧，闪电剑交了一张，交了一张，还有一个青玉闪电，有可能青玉闪电也交了一张，对，不敢下爆牌鱼，不敢吗？不敢，有点怕，年轻人血气方刚啊，因为 face 不太够那个下回合打那个鱼的，除非抽的是另一张快聊，他要抽到两张快聊可以奶自己。好 Nova 神圣星星环，哎呀居然没抽到，四六没关系，下回合还可以抽一张，这边场攻是六加闪电剑，最多有法强是四十，差五点，天师没用，天师这个时候塞进去很难受，怎么办？只能
只能刮了，然后打闪电风暴。嗯，赌你秒不了我了，因为这样是场攻最大化，应该是两轮打死这个牧师。对，但是这边有个神圣星星，其实还是能苟一苟的。牧师哪怕他牺牲自己的那张暗影之握，也能轻松把你全场全清。这个牧师打这个萨满还是非常轻松啊。如果你交了刮的话，我们可以维轮星星吧。哎，那也是，对吧？嗯，如果你交了寡，我们这边可以考虑维伦星星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毕竟一会儿维伦再，哪怕你再寡我，我就 AD 蓝龙。对，我等蓝龙。嗯，毕竟萨满没有牌了，没有牌了，这一波清完基本就 GG 了。主要是 Nova 还能奶四，很舒服。来，震爆，震爆，那就结束了。哇哦，六七八九十十费，刚好三十点。对啊，别打错。哇，这牧师感觉很靠谱啊！靠谱，靠谱，靠谱，胜率极高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，教练？因为平时我们在天梯里面这个卡组都活不到这个费用，对，只有在这个卡夫奇的情况下才能活到，所以就是这样，所以就显得很厉害。对，因为平常天梯的卡组就有取消。哎呀，他有他妈闪电风暴，拼了呗。我们这个得两个三维加八加一个战争古树，我感觉有点难，这么轻易的打中贼，可以打，不怕，不怕，我觉得不害怕。因为平常天气的卡组就有曲线比较平滑嘛，然后有充足的过牌，然后这个规则下的话，就有可能会卡手，对，然后面临这个抽一打一的情况。主要是他们开卡包开出了暗影之握这个牌，嗯，对吧？这应该不是暗影之握是史诗吧？对，史诗的应该不是合的，是一个紫卡，对吧？对，暗影之握是哪个版本的？应该不是这个版本的，是上一个古神。那我怀疑他是自己合的。古神那版本，你不可能为了暗影之握特地去开古神包吧？或者是冠军试炼？我们想一想，自己合的好贵啊！是不是古神的包里的？好像是冠军或者古神，肯定不是冠军，因为不是。对，我觉得我也不太记得了。嗯，反正如果说是古神的，那有可能是其他牌都齐了，就差一张眼之握他们咬牙合的。对，毕竟要秒杀还是需要这张牌。对，这个牌还是挺关键的。那上一把赢我感觉是神抽了那个黄，把上麦最强的那一波给解掉了。对的。好，那就看看他们这个盗贼会不会一雪前耻。嗯，这个盗贼已经第六次出战了吧？是的，第五次出战了，还没有机会跑。哎，但是这个骑手看起来糊了呀。嗯，但鲁伊需要一张横扫。好，硬币迪菲亚。这个盗贼送了四分了，不能再送了。这样感觉费用不太舒服啊，因为那个别角海盗还是希望早点上。别角海盗毕竟长攻高，对吧？哇，成长都不敢打，班主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还是应该打成长，两攻你怎么都要吃嘛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成长万一神抽横扫呢，对吧？是啊。这个有点着急。哇哦，直接贴冷血打了，叫你不打成长。对，下路方又很难受，那打二加一下路方。好，那班主我可不可以提前恭喜天湖战队吗？不，你可能还维持上涨，我们再看，往后看。就他们这个盗贼，你不能恭喜，我就恭喜不动。好吧，就我方。哎，有个加八甲了，也许能搞一下你，但你好歹把这个六二解了吧？对。那这里应该是成长，然后接一个幺二。对，这加八还不一定敢加八呢，嗯，有可能是要用来打这个六二，但如果你打六二，不如早打，两回合十二点伤害了。好，那这里应该是武器点脸，然后砍掉，当然你也可以，就应该是点脸砍好，不要卖生物。砍掉的话还可以把自己回回来嘛？对，盗贼的武器就是用来卖脸的。哇，一脚两脚，已经这个冷血已经打了两回合，德鲁伊能不能神抽小树苗？没有，GG。啊，这边一个二加二刺骨把蓝龙一解，哎，就斩杀了吧？二加二斩杀了吗？有十十三九，解不掉的话，十六你死了。对，不加八加一击死了，你敢信？不加八就死了。嗯，过分了，黑了。我靠，现在该这么红。嗯，贵了。天哪，就不要那个。你想来一块儿一壶茶蛋糕吗？取胜了，我这个赢了。我这都能赢。
哎呀，这个贼终于赢一把。你们是 low 比 low 对不对？谁更 low？ 他比我们还 low。还好，谁赢了一把？他都能赢。哎呀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啊，对啊，开卡包是吧？哎，咱们这边赢的挺多，三比一赢的。咱们能开四卡包，八卡包。开什么？还开技术呗？怎么开什么呢？能开什么呢？按照咱们理论的话，补强贼的话只能开技术。嗯。